KOL 什么意思？KOL 是关键意见领袖的简称，是营销学上的概念，通常被定义为拥有更多更准确的产品信息，且为相关群体所接受或信任，并对该群体的购买行为有较大影响力的人。 KOL 对某类产品较之群体中的其他人有着更为长期和深入的介入，因此对产品更了解，有更广的信息来源，更多的知识和更丰富的经验。他们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和人际沟通技巧，且积极参加各类活动，善于交朋结友，喜欢高谈阔论，是群体的舆论中心和信息发布中心，对他人有强大的感染力。 KOL 观念开放，接受新事物快，关心时尚流行趋势的变化，愿意优先使用新产品，是营销学上新产品的早期使用者。